家好，我是徐明哲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那么今天台股稍微补量往上走，中场上涨38点。那么今天早盘让人相当意外的哦，其实不是所谓的 Oh my God 的内线交易案，而是今天开高的时候，我居然看到台股最大的一只牛哦，2330的台积电。那么早盘竟然是以跳空开高的方式往上走，那你会说徐老师啊，这个有什么特别的？如果以技术形态上面来看，今天台积电直接跳空往上走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大型的全职股居然可以带跳空哦，这个让我觉得相当的意外。是今天台积电往上跳空走，当然引发了双网哦，大力光加台积电。那么大力光今天也创下波段新高。那以格局上面来看，你已经连续4到5个交易日看到加权指数停在9000点，那外资也是大买。那我请问你，为什么指数它涨不动？哦，这是一个筹码上面的观点呐。当然，如果你用格局上面来看，这个礼拜我们之前预告过，这个礼拜它主要的目的是放量哦。那么如果以前两个交易日加上今天的成交量，除非明后天有特别的奇迹，要不然台股本周应该是走量缩。那么量缩的格局，当然很多人会很担心说加权指数在9000点，尤其是我们的官方非常的担心说我们的成交量人气到底能不能回来。结果我今天看到这篇报纸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来，那当然我们新任的主管想到的奇招是要让2兆的寿险资金，2兆的寿险资金开始松绑，然后进股市。那第一步当然是希望这些寿险的资金进来买所谓的 ETF， 对不对？8月15号即将宣布这个措施。那另外一个方向是2兆的资金要去松绑文创，可以100%投资，比如说我拍电影，你找这些寿险公司支持你，他们如果看好这个剧本，可以100%投资你，去拍这个电影。这个叫支持文创，对不对？那支持文创这一块我不讨论，我讨论的是前进股市买 ETF。如果以技术形态上面来看，这个技术门槛只要一过，我假设啦哈，这些寿险的钱开始进股市，然后买 ETF， 那我大概只有一个结论啦，这个2兆真的很好用，9000点揪他们来买台股挺文创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这些寿险资金它真的进场买什么，买 ETF， 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它就是让台股这个冷冻库更冷，这是一个好方式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如果你听到寿险这两个字，大概就知道他们是追求长期稳定的什么投资报酬率嘛，对不对？那假设寿险资金一进来买 ETF，那 ETF 就是等于买台股的一篮子的股票嘛，对不对？那买了之后，你认为他会10天就买一次，10天就卖一次吗？应该不会嘛，对不对？那假设他不会，他买了之后给你放个3、5年、10年、20年，那他锁走，我假设不用2兆全买，他锁走2000亿的筹码就好。那后面不管涨跌哦，他都不动。那我请问你，你认为台股的成交量会因为寿险资金进来买 ETF 而活络吗？你仔细想想，所以今天找到这个寿险资金进来买台股，我只有一个结论，就是让台股的冷冻库更冷，已经很冷了，还要再更冷一下。那你去想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这是我的观点呐。当然，我们所有的主管机关所要运用活络股市的方式，我们都认同。可是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出发哦。台股的成交量在高档，你昨天跟前天看到台股成交量居然不到800亿，指数停在9000点，你光想你就觉得头皮发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上个礼拜预告哦，这个礼拜它如果不补量，基本上是很难啦再往上攻。那今天是强势股做表态，像台积电跟大力光不断的往上走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两档股票不断往上走，我等一下告诉你危机在哪里。那么这个礼拜应该是确认无法突破下降反压量，除非明天摩台子结算爆出巨量，要不然这个礼拜的周量是走缩的。
跌升反弹的个股，我这两天谈过了，已经开始套牢的筹码，请你自己小心。好，来，所以回到筹码面上面，我们7月14号开始帮你追踪外资 VS 官股的操作。那么到昨天为止，多方胜出，为什么？外资这一波不断的买超台股，不断的买超台股，不断的在买超台股，你知道吗？到今天，我们统计到昨天的资料，外资从低点7627点买到昨天的收盘价9024点，台股总共涨了1397点，外资不得了，一路往上买，买了4000亿，看好哦，是4000亿，指数在9000点。那么这几天当然很明显的外资还是在买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你要特别注意哦，指数停在9000点不动，外资狂买。好，从这边起算，到昨天为止是52个交易日。那么礼拜四、礼拜五，下个礼拜一，三天加进来，是第55天的转折。短波上面21天的转折是在这个礼拜一，对不对？让你看到开高走低，盘中震荡160点。那下个礼拜一。55天，再加上周线上面是第13周，所以可能我担心的是要来了。那你要做好准备，你要做好准备。结算过后，魔胎子结算过后，风云即将变色。不管是55日的转折，或者是下周是第13周的周转折，多头的陷阱都在启动。就像我今天看到盘中，蛮多的内资股在前一波热炒某些题材之后，开始出现出货的迹象。像我今天看到这档股票往下杀，3630的新巨科，从低点12.6元涨到27.45元，足足涨了一倍多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看它的基本面，去年赔7元，今年第一季还赔1.68元，你按那看嘛，怎样？啊，这个公司就没赚钱，对不对？没赚钱的股票涨了一倍，你认为呢？所以我这一波讲的事情是说，如果你看到指数，你会有迷失。为什么你觉得说指数在涨，外资在买，但是你为什么赚不到钱？你去想这个道理哦，来。所以电子指数我们评估的没有错哈，这一波五波的陌生，当然今天用台积电跟大力光独抢。那我讲过了，这边要攻这个反压，必须要补量再补量，滚量再滚量，而且你冲高股价就算了，必须拿基本面来支持。但是就我来看，应该没有，所以来到这边攻击做接近，小心反转向下，因为下个礼拜是电子指数的第13周，也是五波陌生的最后表态时间。好，来，所以台积电站上了12000点，恭喜台积电。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但是你没有，大盘只停在9000点，为什么涨不动？因为蛮多的弱势股已经出现逃命波了，逃命波。所以今天台积电独强，就我来看，这绝对是一个警讯啊！如果你不算全指，从112元涨到176元，涨了56%，它是台积电。哦，它是台积电。当台积电涨了56%上来，指数还停在9000点，表示很多的股票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台湾是加权指数嘛，全指股一动，可以抵消很多中小型的弱势。哦，这是一种观念。那大力光也是一样，今天大概只看到这两档亮点了。哦，3008大力光破2000的时候，我说会反弹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涨停板这一天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去抢跌升反弹的苹果概念股。今天大力光再创波段新高，恭喜你！从这个地方杀破2000元，外资叫你卖，假设你听外资的话砍在这里，很抱歉，它今天涨了一倍，它今天涨了一倍，足足一倍。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今天双王创高。独强绝对是一种警讯。就逻辑上面来讲，我之前强调过，我说如果大力光会好，
你不可能看到其他的苹果概念股不会好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同一个族群嘛。可是如果股王越走越强，那你的股票都不动，甚至是像这种股票，来2474的可成，今天股王大力光往上创高，他开高走低，你就要特别小心哦。因为我们在之前大力光往上涨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苹果概念股能够反弹多一点，让你少赔一点。可是以日期跟空间还有时间来看，相当的紧迫哦，相当紧迫，几乎没有什么空间了。所以7月15号当大力光涨停板，股王亮灯是气势万千，我提出警讯，请你不要去抢跌升反弹的瓶盖股，你短线会开心，后面会痛苦半年。我在讲瑞仪的时候，很多人觉得不相信，徐老师位置这么低，怎么可能不会反弹？有啦，有反弹。7月15号的时候57块钱，刚好是大力光涨停板那一天，对不对？你去抢了，后面就套牢。我在讲可成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大力光这一波以短波段来看，从这个位置2100块钱涨到创新高，涨了60%多，可成却是在这里破季线。所以我强调的事情是，今天你或许看到台股感觉好像又是很强，但是强弩之末，外资这一波拉台，所谓的台股包含了双王，就是告诉你我是为了结算，为了期货，那么结算过后下个礼拜面临双重的转折，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，因为有些内资股已经不耐高档久盘，开始出现绕跑的迹象。那么这些股票分布在哪里？休息一下之后我再告诉你。恢复家园时，请穿雨鞋，戴手套，先做好自我保护。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，水要煮沸，食物要煮熟，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，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。多一分警觉，多一分自我保护。轴轮精细的刻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，部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，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，斟酌每一个环节，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，因为珍惜托付，所以全力以赴。愿达投顾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愿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回到现场，7月18号讲的台股的烟火开始倒数。你从7月18号看到现在，指数一样在9000点。当台股攻9000，我们给你的结论是没有涨不完的行情，也不会有用不完的资金。当烟火已经开始倒数，请你提早离场，才不会到时候人挤人啊！当然。今天外资持续针对台股买超，这个大波段，它总共买了4000亿，
总共买了4000亿，今天台积电跳空开高走，我相信它一样会再买。重点是从这边涨到这边是第52天，三个交易日之后是55天的费氏转折，周线上面进入第13周，小心结算过后风云变色。今天台积电跳空往上走，很多人讲说徐老师我真的是无感，我不台积电了，但是看到指数就这样垫高，我说对啊，这一波台积电又独强了，独强绝对是一种警讯。今天台积电跳空开高，包含大力光再创波段新高，我问你这两档股票有几个人有外资买一缸子啊？有一半的大力光都是属于外资，对不对？买法跟台积电一样嘛，买最好的，买最强的，买技术最佳的。当这两档股票今天同创新高，电子指数60分钟线创高，很可惜啊。创高之后就是挑战的开始，指标没有创新高，没有创新高。那你说徐老师他有没有机会？有啊，继续在滚量，继续在涨。要用什么来滚量？又是台积电，又是大力光。那你觉得呢？所以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你明明知道外资这一波期货多单大胜，你就不要去跟他凹空单，凹凹凹凹到后面要结算。你反而要注意现货的部位。今天盘中有一个讯息，其实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到，那我来提醒你哈。今天盘中11:44:20，当台股还在攻的时候，往下稍微压回，这是上柜指数领先大盘翻黑。11:44:20，这是一个变盘讯号哦。所以最近很多比较手投机型的股票或者是中小型的股票，我要告诉你见好就收。那如果更不幸的你是追在相对高点，看到利多跳进去，滚量跳进去，买了3-5天发现量立刻不见，那你要自己小心，自己小心。毕竟喷出型的中小型股，我强调过台北股市的特色就是中小型股它容易走尖头反转。什么叫尖头？很多人认为盘头3-5个月啦，一年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叫大型股，像2474可成这一种大型股，才有机会盘了，盘一大阵子才往下跳，对不对？盘一大阵子的头才往下跳。中小型股不一样，中小型股很容易尖头反转，尖头反转。所以我昨天举例子嘛，像旭品，利多出在 7-11。但是你看到利多的时候在这里，买进去的时候套牢，立刻杀下来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？当然有啊！之前大力光在狂涨的时候，当然所有人都很高兴，因为二线的光学当时很夯啊。半个月前讲到二线光学股，每个人都眉开眼笑，对不对？转机位置低。低基期，可是当你认同它的时候，人家已经涨一倍了。你跳进去买，今天直接往下杀。那我结论一样嘛，你不敢去买最强、最强、最好的大力光，你去追这些二线光学股，立刻套牢。你看这个融资，之前趴在地板的时候都不进来，喷出去的时候在那边狂追。当然，你会说徐老师他有转机啊，对，3630新巨科，来再看一次基本面，去年赔7块，今年第一季还在赔钱，要有转机可以，每个月营收成长500倍，就会有转机，由亏转盈，力道最强嘛，那如果不是呢？小心哦，哦小心哦。还有没有？当然有啊，不会只有一档。这是这一阵子很红的金居，我听到蛮多分析师在讲的。
天盘中竟然急杀，差一点跌停板。那你认识它的时候是在这里，但是你回过头来看，它从这里开始涨，8.31涨到25块钱，不多啦，涨2倍而已。8358的金居，去年赔钱，今年第一季刚刚赚钱，由亏转盈最美丽，来，由亏转盈最美丽。你知道它亏转盈的时候在这里了，不是在这里。那10块钱以下有谁告诉你它会亏转盈？去想，今天3687的 Oh my God， 当然很多人会讲，但是我觉得说 ，Oh my God 哈，股本三亿，你去讨论它，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意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真的要讲到内线，我讲一个经典了哈，3474华雅科来，之前他要跟谁合并？美光嘛。对不对？要用30块买，结果一堆人就去买在这边29块钱，等着30块让他买，结果也不知道是谁跟你讲说合并案生变，一根两根三根跌停板打开，啊又很准哦，啊，打开之后爆了个巨量，直接喷出去，啊这边一堆人砍地板，啊这边冲上去谁在卖？然后我也没听到有人去查有没有什么内线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今天跟你讨论 Oh my God， 只是告诉你，我们在操作的过程里面，当你发现任何不对的讯号，你不用等到消息出来，你就要自己先做判断。类似像这一种，或者是像这一种，你都不应该受伤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讲高档转弱的股票，当然了，我们是空量比较大的标的，好进好出的哈。像我空文茂59.4，后面我追空有反弹，反弹上来我告诉你，融资还在增加，对不对？3105的文茂来，你看到这个融资。你认为我会怕吗？不变的宿命嘛，股票喷出去，融资拼命减，啊，股票跌下来，融资拼命增。台北股市不是没有散户，欸，是散户把钱花在哪里？所以有些股票确认了嘛，对不对？星象2635我空，275我再空，262我再追空。今天台股停在9000点，来3293的新乡，你知道吗？尾盘压下来，哦，今天收在哪里？249，小心哦，这个点一破，会很危险，会很危险。所以有些股票已经反应完，不管是利多消息也好，高档爆量也好，你只要看到这种讯号，它都非常危险。我之前讲过，有些中小型股低档的时候涨到55块钱，涨了2.3倍，利多给你发到外太空去了。高档指标背离加爆量，就是空，哦，就是空。那么当然，今天按照我们的选股纪律，空它，哦，新会员再空。那你知道吗？尾盘的时候收在49块钱，49块钱的意义在哪里？这根大量已经破了，利多的大量破，高点人家往下压着卖的，低点也破，这个点也破，三破，小心这种股票，就是最好的空点跟卖点。能够空的标的越来越多，你手上的多单情况越来越紧急。下周变盘之前，请你做好准备，多出空进，迎接下一波的变盘行情，有需要服务的地方，跟我们线上助理做联络。我们明天见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